这个效果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是吧？就站得牢这个效果啊，你看两边啊，再说一下左边，我们这两个踏板啊，有两个左右两个，左边这个踩下去的话呢，是这个轮子上面压下来啊，而右边这个的话呢，右边这个情况踩下去的话呢，轮子就转动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是一个粘合的效果，可以根据你不同的材料，不同的材料，要调整你这个两个轮子接触的一个位置啊，是吧？还有调整你这个速度。啊，速度的越快慢，要需要越注意，啊，这里的话呢，因为这个轮子的话呢，也要根据你们的要求来换这个轮子的一个模具，啊，有宽有窄，现在这个的话呢，我看一下，我量一下，你看，现在这个是12 mm， 啊，12毫米的，是吧？根据你们的要求，这个。